昨天看到我吃菜没有肉，我们家暖暖把自己的宝宝放到了我的锅里。今天，今天我吃肉肉。昨天暖暖来给我投食，看到我煮了一锅肉。今天我吃肉肉。在确定我有肉吃后，他带着孩子走了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放下孩子后，闻了一下，征得我的同意，吃一块吧。刚要开始吃，传来孩子叫声。歌颂这种平凡，一当吃上不欢，汤中入川。只要做饭没肉，暖暖就会把他的孩子送来。我说我不吃了。告诉他，他的孩子不多，也吃不了几顿。我以为这就结束了。昨天暖暖听我说他的孩子少又瘦，吃不了几顿，他就偷了别人家孩子给我投食。我告诉他孩子太漂亮，我下不去口，他转身就走了。然后。